因为袁坤，他知道这事儿吗？这个袁坤太不像话了，你一直都这样帮他，可是艾山，你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就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吧。我也需要出去走走，这几年光待在学校，没有实践经验，出去跟孩子有真正的接触，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这对我将来留校研究都会有帮助。不行，我要给袁坤打电话，至少在你走之前，你们应该谈一谈。你上次说你喜欢简·奥斯汀，我正好看见有一艾玛，这是你的英文名，我猜你应该会喜欢。太残忍了，艾神，你真的让我想不到。Please tell the students from Maine to meet at the airport, and it's really important. Don't be late. Okay? Okay. Thank you, Professor. You're welcome. Bye. Hello， 丽姐吗？我是袁坤。小袁，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学校比较忙，也一直没有空去看你们和小迪。是这样，我这儿存了一些钱，有10000块，我想先给你们还一部分。艾申要去美瀛州，你知道吗？今天就走，要去一年。啊？袁坤啊。有些话我不想说，但艾山，如果你错过了，我肯定你一生会后悔。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谢谢你，丽玉姐。你看，什么时候你方便，我把钱给你们送过去。哎呀，钱比这个事情还要急嘛！你气死我了。Hello， 我在楼下，你下来一趟吧。好。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去美瀛州一年。
丽雨姐告诉我，这个给你，暂时只有10000块，剩下的我以后还给你。袁坤，这个还给你。异国他乡，认识一场还是很高兴。我也是。真心希望你好。你也是。戒指我放在里面了，我从丽雨姐那儿拿回来了，你不要有压力。这个怎么会在艾山那儿啊？这戒指不该留在这儿的吗？怎么会在他那儿？这怎么回事？丽玉姐，他放弃了抵押物。抵押物？Richard 是谁？艾山没有跟你提过 Richard 吗？那个学长，瑞查德是艾山以前的男友，那个房子就是瑞查德送给他的，他们一起在那个房子里生活了1年，以后艾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们劝了他好多次，让他把房子租出去，但是艾山都拒绝了。他说，那个房子里连灰尘都是瑞查德留给他的，他不会动。一丝一毫都不会动，更别说把那个房子处理掉了。但是小袁，为了给你借那50000块钱，艾山他当时拿这个房子做抵押，我跟李生真的吓坏了。你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吗？知道吗？专程过来请你吃披萨。哇，你真的不理我了？你可记住了啊，我还欠着你2000美金呢，你要真的不理我的话，那我可就不还了。阿山，军功章上全是你，没我。一年，说好了，说好了。
know the history of Stanford, Leland, Jane? Yes, yes. I've heard it before. Leland was, because they lost their son. And he looked at Jane and he said, from now on, all the children in California will be our children. So he founded Stanford in memory of their son. Yes, I've read it in books. Stanford is full of talents. Miss, once you're in, you've got to be extraordinary. Probably true. Well, here comes one of those outstanding, extraordinary people now. Sure, it's my new paper. Why are we still dealing in this? This time different. I did two comedy copies of the paper, yeah. So I... I'll look it over and let you know. Okay. Paul, Ron, you want Paul? He's a database expert. You'll be working with him. 好像我们... We know each other. We know each other. So, let us talk alone, right? Okay. I'm sorry. Thank you. First, 上次救你是一个意外，别拿这个事跟我套近乎啊。 Burning part in 多少 ？A C L S P Pascal 都会一点。 Michael Dell or another person? Another person. Jobson or Bill Gates? Jobson. John F. Oscar or Edgar? Edgar. Crazy Dream. 回中关村创办中国的 Inter， 造出中国心。 Wow， 智商70，野心100， 勉强合格。做我的室友吧。 带你去看看房间。倩蓉，袁叔叔，女儿都周岁了吗？ 我记得您的生日不是5月份的吗？您这是？不是我的，明天啊是我老伴的诞辰，袁坤特意打长途电话到蛋糕店订的。袁坤一直都挺孝顺的。孝顺？<笑>孝顺什么？那我还没抱上孙子呢。袁坤就快回来了，您就等着享福吧。我看他是不想回来了，这个学期。 学校又给他拨了一笔钱，真的？那太好了，袁坤学习一直都没问题。他还交了女朋友，打电话给我，得意的不得了。小姐，您的蛋糕好了。谢谢啊，不用谢，这是单子。袁叔叔，那我先走了，您再等会儿。哦，有事儿打电话给我。 少小姐，那我没你面子，肯定行。咱公司实力在这儿摆着呢呀。我看啊，少小姐不止看重公司实力，最主要是看重你的实力了吧？切！哟，嫂子，那我先走了。你怎么来了？怎么了？ 我在当代取蛋糕，送我一起回去吧。今天29号啊？哎呦，我以为是明天呢，宝贝儿，我这个……你别跟我装啊，赵大春。
提前一个月我就跟你说好了让你留时间的。老婆打人，一会儿这客户我必须得去接，你先回去陪爸妈。七点你们切蛋糕，我准时到啊。就这么一回，摆摆样子也不想摆了，随便你，反正都是你的朋友，你爸妈丢的也不是我的人。一会儿这客户我都耗了两个月了，所以我必须得去接他。你自己打车回家吧。喂，哎，邵小姐，不，好，星空饭店，哎。干了啊！蕾蕾长得越来越像倩蓉了啊！我爸，要不咱们别等达川了，大家明天还都上班呢。爸爸不吹蜡烛怎么能行啊？咱们呢，再等等达川，啊。我说咱们今天真是吃的高兴。聊得高兴啊，好，是吧，邵小姐？是啊，你们刚刚的笑话都快把我笑死了。那咱们今天就……不过，刚刚就你不专心，冤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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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数过了，你刚刚看了12次手表，哎呀。这么没有诚意跟我做生意的话，我看我把单子给钱老板好了。别呀，邵小姐，别什么呀，邵小姐，我是最有诚意的。哎，赵老板，会唱歌吧？唱歌？嗯。不行不行不行，我天生就五音不全。这么有磁性的嗓音，不会唱歌，骗我的吧？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我看赵老板是不会唱歌给您听了，楼上就是卡拉 OK， 如果邵小姐有兴趣的话，我陪您上去唱了。好啊，开路。好。完了，不吃了，都上，走，上去玩去，快！好，宝贝儿，这孩子闹觉喽，走，咱们去睡觉去，走，再见，拜拜，拜拜，真可爱。你啊，真是的！孩子今天过生日，你是干什么你？啊？他眼里还有人吗？进不去，不要进来。他从来没回来呢。这。星宇，快，谁来给我点首星宇？我去帮你。最喜欢唱星宇了，谁来跟我一起唱呀？我头疼。你，哎，啥呀？电话。唱。电话，我先接个电话啊。
哎，别，常小姐，我这……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五音不全。唱。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不急啊？关机了。碗受水吃了，你别洗，罚他回来洗。啊，那也得回来呀。 达川一总经理哪能没应酬呢？老崔一小破科长还整天一堆破事儿。你说他会不会外面还有个家呀？千荣，怎么了？你是又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样？啊，没有。要是发现倒好了，早点散伙。近乎想。 我说，达川暗恋了你那么久，好不容易把你娶回家了，怎么可能嘛？瞧把你整天拱的，好吃好喝的，净瞎琢磨。不是，我就纳闷，他整天怎么有那么多正经事要干呀？他不就是忙嘛？哎，那要不这样，我拿我们家老崔跟你换，你愿意吗？到时天天能粘一块儿，就是牛皮糖窝囊废一个，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行。 那我到时候就告诉你们家老崔，你媳妇儿就是这么定义你的。你赶我！喂，我们到家了，真是的。哎，妈，对不起，我刚才……怎么了？他们到家了，嫌我没打个电话关心他们，生气了。嘿，你这婆婆真是。 小姐，您没事吧？倩蓉，你怎么来了？
哥解释，我听着呢，叫我大川。你先放手，先放手。我听着呢，叫我大川，赶紧解释，解释啊！倩柔，你赶紧给我解释，你赶紧解释。倩柔，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些都是我的客户，我们……我知道谈公事嘛，你永远都是在谈公事，对吧？你他妈就长了张嘴！你无理取闹！就是在谈公事是吧？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谈公事谈的连家都不想回了。他们背着我都干了多少勾当活？我真是他妈的，他那个勾人的哥呢？秦钟，别在这丢人，走出去吧，走走出去吧。你问问老钱，老子，这误会，真误会！你们都是冤情路货！哎，发什么神经啊你啊？撒什么泼？搞清楚再来好不好？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认识你的男人，谁要动你的男人？大家都是来这谈生意。金荣，你我操你！喂，大川，大川，大川，你在哪儿呢？你还在医院吗？刚出来。他没事吧？大川，不是，大川，大川，我根本就没有用力，他肯定没事儿。这单生意我都盯了两个月了，现在算是报销了。她男朋友说要告我，
我算是臭名远扬了。这回你满意了吧？确定我去西直门住。好的，快上车吧。没什么事儿了，大夫，不会感染吧？不会，不过以后注点力。啊，一定的，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因为你女儿血型比较特殊，她是 AB 型 RH 阴性，在1000个亚洲人当中就有3个人是这种血型，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输不上血就会比较危险。可我是 A 型，我老公是 O 型啊。不可能吧？你能肯定你老公就是 O 型？当然确定。那我就不太清楚了。根据遗传学，孩子父亲不可能是O型。你去云峰楼是干这个呀？这都哪儿来的呀？还有呢？还有 Fox 教授。这什么时候的活动啊？他还得过 TU 奖呢。哇，那个时候的表演就那么有水平，这句话是他说的呀，太有见地了。天哪，还有他老婆的照片。怎么样，合作吗？你要我干什么？我的强项是数据库。你的强项有待观察。嗯，你的任务是帮我把威廉挂到学校的悬空网上。为什么？我跟他分属于数据库两个流派。有一天我重构他一个算法，我就发了封 email 想向他公开挑战，结果他不但不当回事儿，还把这事儿在一次讲座上当笑话讲。就为这个？那还要怎么样？
那 Fox 呢？他怎么拧啊 ？Fox 不挂，合作吗？你是为了报仇，那我为什么？你有多少教授的？除了八卦，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拜托，我是搞数据库的。Peter 教授呢？威廉教授和 Rose 教授呢？就这么跟你说吧，斯坦福每个学期精英教授的讲座，他们所有人的背景都是我数据库的内容，你说全不全？八卦而学术，八卦多一点。成交。你负责按照我的要求完善所有的数据库，我负责入侵学校最热门的精英讲座选课网。我把威廉的资料替你传上去。OK。还有所有的教授。为什么呀？我就想报复威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欢迎回来。你刚给我，来包给我。怎么样，一路都还好吧？哎，这什么呀，里边咣当的。你嘴怎么了？我上飞机之前让蜜蜂蛰了。没事吧？来走。怎么不说话？哎，不是有很多话要说吗？喂，喂，艾玛。我今天回到硅谷了，感觉今天见的人比缅因州一年见的人都要多呢。怎么样，亲切吗？连空气的感觉都很不一样。人呢？有什么变化？有点分裂。啊？这一年当中，有54封的书信来往和无数次电话，好像我们是那种陌生人、笔友，永远不见的那种朋友。怕距离让他把对面的那个人想得太美好了，而其实呢，她是个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打扮自己的女孩子。怕她只是阶段性的需要人陪伴，而现在，那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